I don't understand Germany. It's so you don't need to understand. Understand my lips. 我们节目中没有借位这件事情。我是那一次卖分的。我想，所以在你讲这个废话之前，先来一个。为什么？他为什么永远讲话都变废话？ 重点只在今天稳。你演的好不好，我们来决定要不要认真。而且我们两个很不熟哎，第一次见面，第一次见面，这样才不尴尬。上台就是这样才不尴尬。坐下，Let's go。就是你们两个就是在聊天那个。你们要站起来，然后呢？Oh my god！你们在bar聊天，然后你用德文跟他讲说你很可爱。 我想要跟你做朋友，然后就讲了很多，然后你都一直这样听不懂，然后最后你就说 sorry sorry， 讲英文，他讲德文，因为你要听得多，你就说 sorry I don't understand， 然后你就要用德文说没关系，我只是想要吻你，然后你就把他头这样抓过来，哎呀，我先跳过，我先跳过，好看，我跟你很好玩，真的，那你先，就是要男男才好玩。 好，准备好了吗？三二一，情绪上来。Action！哎呦，哎呀，我是绿。啊，嗯，你还是需要德文吗？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你很可爱。性感的德文。嗯，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多一点德文。 Soll ich dir einen Drink ausgeben? Willst du mit mir nach Hause oder? I don't understand Germany. It's so you don't need to understand. Understand my lips. 节目中没有借位这件事情，就假的。在我们节目中，你就是要把他头抓过来，然后直接这样，哎呦，拍到嘴巴对嘴巴这样。现在是21世纪 ，OK？ 没有人可以。哎，我觉得我的通告费太低了，你下一次加价好不好？我是认真。好，最后一次机会哦。你日文版先 stand by 哦。你日文版也要吗？要要要，3、2、1，Action！ Es ist okay, es macht nichts. Küss mich einfach. Oh, sicher. Küss. <笑>德文好性感哦！对，你要不要再跟我演？哦，没关系，好，没关系。可是艺术，你的这个算赖皮吧？对，可是他也是轻的啦，对，也轻，快速的啦。艺术那个 burr 真的是直接把口水直接涂在我嘴上，哎呦，厚唇的感觉。好，魔君，你现在想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呢？你的板子在地上，你别忘了，可以讲话，可以，没有，这是我每一集的考验。 哇，好棒！组合组合组合，怎么你们俩为什么要一起出来啊？哦，因为我们最近有一部剧刚拍完。哦，什么戏？毕业了。毕业吗？也是毕业吗？对，毕业。毕业哦。所以是你们俩是一对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是。所以你们当时知道要演一对的时候，你们有觉得抗拒或什么的吗？没有，因为刚好我们这部剧就是职场的霸道总裁的，对，是。你是霸道总裁吧？对，我是霸道总裁。然后是你的原著。 什么叫？你是秘书，我是小生。就是我的角色是一个比较偏就是暴躁的霸道总裁，然后他是那个是比较纯，你就是小员工就对了，对，小员工被老板对。然后在何时你爱上他？我觉得第一集就蛮刺激的。第一集没关系，我们到时候看了就知道。对他比较像是那种。
用动物来比喻的话，就有点像就是猫咪要抓老鼠的感觉，老鼠一直跑不自在这种感觉。哦，哎呦，他会很充分的展现他的那个侵略性这种感觉。对，然后我就什么会帮你打破这种状况这样。然后他有没有强吻你在戏里？有。我们要哇，我想看。OK 吗？先帮你们的戏打一下那个啊，前导预告。不过那画面一好看，所有人会疯掉哦。对啊，马上去看，这个机会太棒了，你们要好好亲哦。好，不然好，直接来来这边这边。而且你们连自我介绍都不用了，直接演，快点。来来这边。来来，哎，准备好了吗？来，为什么是我？三二一 ，Action！ 为什么是我？杨顺宇。如果我只要你呢？你只要我，不见得我要你。怎么那么突然？没有看。你们觉得好看？好看。男生看 BL 剧是什么感觉啊？其实还蛮妙。他那个毛毛，他去试这个戏的时候，我是跟着他一起去的。你是要试霸道总裁还是要试？没有，是我是试另外一部啦，就是同个地方。然后刚好他去试嘛，他就叫我来，说可不可以陪他一起演这样。然后他就叫我们两个垃圾。你也跟他亲过了？就跟他亲过，然后我就对他超不满的，我就说不行，你欠我一次这样。那他因为你根本没有试，你直接帮忙。对，帮忙。现在好像是毛俊。毛俊来了。来了。我现在毛俊帮哪的？姐姐这样是对你好，因为你刚刚那个黑道一直。你这样出来，你这样出来。讲那么多遍，我们都还屡屡让你就是再 try again。嗯，所以今天其实重头戏是你知道吗？重头戏他们不要动了一次机会，你就演刚刚那个萧红。萧红，萧红，萧红，他们是一个 CP， 我怕他们的粉丝看到会。不要再推脱了，快！你已经没机会了，最后机会。姐太哎，太扯了吧！黑帮，他黑帮已经失败了。我就跟你讲，这是你的机会，你不要让大家只停留在你演的跨栏。演蓝将不行不行不行，来张红，你先让他快。哎，情绪要到位，拜托。啊，是吧？不要跟我笑场哦。你的台词是什么？不重要了，反正你最后就是要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我？然后他就会说就是要你，然后你就说你要我，但是我不见得要你，然后你就转身。可不可以他们换位？因为刚我们刚刚没看过他的表情。哦，还是你想看毛俊？也还好。我准备好了，我们要一次 OK 了，来，五四三二 ，Action！ 你要讲吗？为什么是我？卡！不是啊，我不是啊，杀我！走心灵的骗子 ，OK？ 好。哦。我是跟你说，当初要拒绝上来是贱吗？毕竟你们还是为戏宣传嘛。是。然后因为这次那个哲熙又再次演同志，然后你说你之前是跟柯震东一对，然后你们当时是激情的相爱吗？对。可以让我们重温一下当时那个画面吗？哎呦。嗯。怎么重温？就是你们记得住哪一段戏吗？其实没有什么啊，就是我一直动，一直动，一直动。你跟他也一直动。对啊。没有后我脚抬起来。没有那种节目上可以播的吗？就比如说深情的，就是有对话，然后接吻。走心的那种没有。因为我一直在接客。那你们俩现在还可以现场接吻吗？哦。干嘛要介绍？就好看，图个好看而已啊！好想看哦，图个好看。女生是不是都很想看？真的很想看。我超喜欢看男生跟男生接吻的啊。哲
惜你就是演害羞，你现在就是按爱爱爱内涵光里面的真实的个性哦。然后柯震东演一个比较主动的，然后你要去那个强吻他，然后他一直说你先不要这样，你先不要这样，什么什么，然后最后你就是强受不了了，对。只要稳到就好。我就跟你说，当初要拒绝上来就见吧。来都来了，就做一个美好的 ending 了，快一点，来请出场。哇！哎，拜托是带有演技的哦，不要在那边胡闹好不好？台词你们自己可以编吧。哇，你好高哦！我可以下掉，我先下，真的好高哦。好，那你们自己哎。副导，你帮我们那个看一下啊，还是啊，因为我们那个徐导他那个指示是说，反正你们也没有台词嘛，即兴发挥，但他就是被动，你就是主动，最后忍不住反正就去了。Anyway， 你们听说都是有演过戏的人吧？我希望你们不要在那边给我害羞怯场，或者是台词就是卡卡的。了解了解，副导了解，因为他希望一次过 ，OK， 一次过好不好？然后让我们看到你们的真感情，I don't want fake. I don't want fake. Okay. 好 ，OK OK OK. 好，准备好了吗？两位，好，三，二，言 ，Action. 请用。哎，太快了！哇，你怎么没有讲？因为他要酝酿。我们是一个是走心灵的片子 ，OK？ 你小时候讲点有深度的台词吧。我在揣摩 S 姐呢。没有。嗯，可是，好，啊，看，我只能说泽西表现得非常好，哇，只是头太扁。哎，你们两个可以站在一起，我想看谁的头比较扁。什么东西呀？你要扁吗？差不多，都很扁。不是，他们都接吻了，最后的 ending 是落在头很扁。对呀，他们演得很好哎。可是因为我觉得哲熙有放感情，然后柯震东根本就是只是想要赶快操作掉他。这么明显，你就是很怕丢脸的人呢、啊，怎么那么爱面子？什么都聊，什么都不奇怪。哇，这句话好老派。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，记得分享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小铃铛是我要讲，开启小铃铛哦，叮叮。